大家好，我是老朱，我是老张。俺今儿早上还是去樊登街带牛排去。这时候他怎么都杀开了？哎，就是杀开了。还是要他选的吗？那是呀，你去你不要他的选的呀？前方有闯红灯拍照。这一会儿我俩也整不动了。已进入河南省漯河市李岭县，欢迎收听漯河电台交通音乐广播 FM106.7。到了，快了。到樊城清真寺了，车靠边上停。来了，这就是定制的牛排，60多斤。啊，冰块的，冰块的有。2565。又是2000多。这还是去的还是可以，慢一点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哦，中，好。你压根没见好，还是自己回去再切去。回家再切吧，这老慢。哎呀，对。咱吃这个主要菜。哎，对。地方了，进院。你要颠不动，叫我颠吧。颠着。一乖乖吧，这一兜都好几十斤。这是俺的大老师，你看看。这选牛排，这切着都是不一样。